1998年9月30日，我永远忘不了那天。身为警察的我在那天死了，拜保护伞公司的生物武器所赐。那个晚上整个浣熊市被夷为平地，万幸的是我逃了出来，但大多数的人却没那么幸运。之后我受邀加入了政府的秘密组织，因为我别无选择，严苛的训练和任务几乎要了我的命，但至少我的记忆可以喘息片刻。我真的想忘了那个夜晚，那份痛苦，哪怕一秒也好。这一次，也许会不一样，一定会。走了多远呢？是啊，有人在吗？抱歉，就这么进来了。Boscon, please. Vino aquí.
这里是 Hannigan， 情况如何？总统的女儿初音很可能就在这村子里。看来情报无误，非常好。我需要附近湖泊的定位，她可能在那附近。明白，我看看能查到什么。快点，这里的人都不知道怎么了。这次任务别走了，之后再说。我自己会走。¡Un forastero! ¡Empieza a rezar! ¡El forastero! ¡Seguidle! ¡Odio de tu madre! ¡Detrás de ti! ¡Viste! ¡Escape!
ahí. Eva。
campana. Hay que obedecerla. Él nos invoca. Tenemos que servir.去干嘛了？玩 bingo。